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呢是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半决赛的对局，是由姜维杰对阵顾子豪，这两位都是世界冠军了，好，刘老师。是的，是的。那么他们两位呢，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的一场战斗吧。因为他们两位目前的等级分都是排名在前十。那么比赛马上开始，我们去看94分钟的延续超时判负，请两位棋手猜先。蔡文清和换座位，对，也就是应该是顾子豪啊白棋。这个猜先一般是由年长者抓子，对，是吧？或者是段位高的那一方抓子。首先按照中国围棋规则，应该是中国围棋段位优先，就是段位高者先抓子。如果段位一样，就两位都是九段，都是世界冠军，那么呢就是由年长者抓子。刚才我们看到猜先的结果是顾子豪直白，我们看到的他是就是右手边是他摁中的地方，所以直白的那一方一般都是在那边。是的，那么这两位棋手进入半决赛的棋手都是在那个小组赛的时候都是分别在各个小组是3连胜，可以说是创造本组的是基本上最大的连胜，所以是获得了进入半决赛的资格。看起来两位棋手都这快棋都很厉害，很厉害，是。接下来这个行为，这两位今天感觉上啊是一场龙争虎斗，是一场好胜负啊。是的。而且呢，这位可以说两位棋手的风格棋风啊都是以力量来组成的。对，是的，是的，尤其是像顾子豪在网上有一个。他的因为他的网名嘛，叫应城之霸。对，我就在想，因为我之前还特地看了一下，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原籍啊，是湖北仙桃人，是。然后我就在想，仙桃是应城吗？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他取这样的名字呢？后来也没有考证这件事情哈。他叫应城之霸，所以他们这个很多网友亲切地称之他为恶霸。其实呢，就是换一种角度，就说他的力量非常大，经常是欺负别人啊。是是是。他目前是代表江西队出战，大部分在围甲当中都是担任主将的位置。他已经转回到了江西。是的。那么姜维杰呢，是长期是代表山东队打围甲。没错，是。然后在拿完世界冠军，还拿过那个名人战的头衔。是的。不过相对来说啊，这几年随着我们中国的一些年轻棋手啊，就逐渐的那个茁壮成长啊，姜维杰好像这几年成绩稍微有那么一点成绩哈，这没那么出色啊，感觉。其实他等级分一直保持在前十，还是很说明问题。对对对的，就是其实他是成绩是非常稳定，但是说他并没有突出到之前拿世界冠军、拿全国冠军。没错，是这样。因为大家现在看一个棋手呢，就是说他要不就拿过世界冠军，或者说是他近期的战绩特别出色哈。打这一遍。那么呢，这个点三三呢，显然也是比较流行的。黑棋，这个时候基本上来说就要么就是飞，要么就是长。大概就这两种下法。对对对，两种下法都是比较那个常见的。是的。就在这个局面下，黑棋搬了连扳的手段取角取实地啊，这个并不是太可取啊。好像很少见到这样的，对。选择了飞。他是飞的，那么呢，黑棋白棋这时候简单来说就是顶了扳，那就一个还原成一个定式。对。另外一种下法就直接拖，那么呢，这个直接拖有可能啊，黑棋会扳在二路。就形成这个著名的女士飞刀，那么这需要下点决心啊。续盘阶段就早早就开始进入那种战斗。他还是没有选择直接二路拖哈。那么呢，黑棋肯定必然是挡住，白棋再扳。那顾子豪他是姜维杰执黑，他是既然选择了这个下法，估计对于白棋二路拖，如果说选择米氏飞刀的话，他肯定是有备而来的。对对对，其实那个米氏飞刀，我觉得这两位棋手肯定是平时都是非常熟悉的。没错没错。
比之味道这个分支太多了，对呀、啊，这个变化特别复杂。嗯、每下一盘棋都出现不同的新的变化，没错没错、嗯啊，所以这个就让人有点应接不暇的感觉。也只有所以就是说，在这种重要的那个比赛，就半决赛了，如果说一不小心啊中了敌人的刺激的那个的圈套的话，那么呢整盘棋几乎就很难挽回了。没错，所以顾子豪还是选择简单的应对。嗯，20。啊，花角挂了一个，嗯，这个局面还是比较常见啊，比较常见，嗯，就是白棋倒是有直接在黑棋的，就咱们棋盘的这个右方啊、嗯，直接打入进去的下法，就是挂在这个高拆的底下、是吧？小飞挂没错没错，20、在哪里？不是在这边啊、哦，你说打的对，咱们这个棋盘的右方，嗯。哦或者是啊，他直接选择一间底下，是一间加，一间加，嗯，那么呢，这时候像以前的定式啊，就有直接点33的，嗯，但直接取地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现在因为右方黑棋有阵地在哈、黑方的那个大本营、那么呢，还是很想跳起来再夹击进行一个作战，嗯，看看黑棋会如何选择呢？啊，黑棋先点33，先点了那个，看看白棋是怎么应对。嗯，所以我们现在见到这种棋都已经屡见不鲜了。屡见不鲜了啊，也没什么好说。那么呢，这时候白棋会不会挡完再一飞？嗯，如果黑棋也是顶了托顶了扳，那么呢就上边的形状就一模一样了。对。然后在白棋可能在底下再逼出那个黑棋那个。开始那个拆二的、那个、拆三是吗？啊、底下拆三的地方，哦，他是挡。哎，如果说形成这样的局面的话，应该是还是非常有意思、啊，上面都是一模一样。十。如果下的两边都一模一样的话，会不会接下去有点茫然？就是茫然、啊、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这上面这是一个问题。爬是必然的，爬是必然。点完33，那显然是要爬。对。那么呢，白棋就反正就两个选择了，这就是扳了连扳，这时候是也有的。嗯。或者就是直接飞，嗯，抢一个先手，单长也可以、哦。他是扳的。扳。嗯，扳这个，那基本上会连扳。那么就是会形成扳了连扳。嗯。基本上都会下成这样吗？对，基本上就是一条线一条路走到底了。白棋是取地，20。那下成这样之后，右上角的这个以后是黑棋这个如何定型呢？这是个问题啊。这就根据如果政治有利的话，还是什么扳了连扳什么的、或者扳了断，反正这先放着吧。嗯，黑棋现在打拔掉二路子以后呢，可能还是在左下方那个地方可能是比较重要。嗯，就看这边被一间夹住的这颗黑子、他是如何选择。对，如果他他如果他还是点33的话，这个局面就是比较平淡了。那么呢 对白棋来说，打散局面，黑棋的天幕就会成为一种负担。没错，没错。两位棋手现在下得很平稳哈。但是我觉得这战斗好像是在所难免的。尤其在快棋阶段，快棋赛的时候啊，就是特别容易引发战斗。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计算。对，没有时间来准备和计算，然后呢？就是在当别人要想要发起战斗的时候，如果你忍让，从心情上应该来说不太能接受。没错，那气势上首先不能输啊。嗯，我看很多棋手就平时看起来都温文尔雅的，结果一到快棋的时候，这哪儿狠，怎么狠怎么下他，因为他没有太多时间做选择和判断嘛，他可能觉得退一个他不太肯，那干脆就选最狠。有时候也不能被外表所迷惑。是的。这一代呢基本上都是这一代如此定型的。对，他们现在是顾子豪当时还下得挺快的。对，但是一般的棋手啊，就是可能会利用这个，因为这个上面那个局部啊、就左上那个局部
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对 对, 对。那么呢，可以利用每一手棋三十秒的时间呢，来思考一下，上面定完型后，下面应该怎么走。哦，但是当然是像他们这样训练有素的，就比如说，每一手棋三十秒，他可以读秒读到28再下。啊，没错没错。但是其实我们普通人要做到这样是很难的这件事情，跳出来了。可能还是要进行战斗吧，估计。对对对，如果说现在黑棋直接点三三在那个左下角，那么呢这个棋呢对白棋来说就稍微的比较容易掌控一点。是的，不能说是黑棋是一定不好吧。十，跳起来的话，白棋一般是跟着跳嘛，这个局面下。AI 都推荐大飞或者高拆二，对，就是才实战这一步。大飞。对，大飞也有。哦，是吗？好吃惊啊。就是说好像要多跳一路，以前嘛我常见的是以前都是就高跳一或者是那个小飞，比较常见。对。但是现在 AI 呢推荐还是要这个下步子要快一点。哦，是这样。20。要大跳这个棋原来是。20。哦，他还是加速，还是要加速。因为这跳起来如果不逼住这颗子的话，那么呢黑棋这个作用也就失去了。如果现在黑白棋跳起来，那么呢就是双方就是往外跳，就进行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战斗。他这个大跳完了之后，是不是如果说将来守住脚步，比如说再扎个钉的话，这样这个脚步更大一些呢？对，会充分一些。然后呢另外呢就是黑棋往上跳的时候可能是不一定是个先手。哦，就跟小跳相比的话，对对对，确实好像这样看起来大跳确实好一些。白棋这靠应该可能是想争一个先手。那么呢黑棋这个时候如果要搬断哈，搬了就搬了，搬出来反击。搬了白棋断，黑棋藏在三路，利用争子，但是白棋上面有一个四路尖，就是黑棋开始跳的地方。那那个断的子好像容易被吃掉嘛？对对对对。那么那他现在肯定是推在四路。就看黑棋，如果你要黑棋不断的话，他就争到了一个先手。但是这个靠压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帮黑棋加强。对，它有一点损。对黑棋用方政策来说。28，长回来了。长回来，正常如果黑棋要补在下面的话，白棋应该是目的就达到了。可以了。对，然后他因为将来还有靠三三那个角上，也并不是完全是黑棋的实力。这样一来，那个大跳就显得有点空虚，不如小跳。是的。但是小跳就下不成这个样子。没错没错。但黑棋这时候不知道能不能长头，长头白棋断的话，黑棋他选择了长头。长了，他不怕人家断吗？对，断的话他可以打在二路再虎。是个先手，就把这两个子先吃下来再说。对对对对对，反正左边的事儿，这个事情再说。对，左边的战斗再说。然后呢就先让白棋这个靠退，先好像感觉上损一点。这是接着下快棋，也是对局的一种心理吧。这总是想着要反击，如果你接到三路的话，那么呢就被感觉要被白棋便宜了。断一个。对，这时候黑棋还是我觉得应该是会在二路打在虎吧。如果你三路打被白棋立把这个子吃的话，黑棋好像这个看不见有什么特别大的收获了。是的是的，这个三路子不能随便被吃掉，因为一旦被吃掉白棋整体都活了。那目数也是很大。他果然是打吃的，选择了二路吃。打吃这个，那么白棋这个还是要先尝一下吧。对，没错。十，但是这样一个下法下来呢，就是白棋呢获得了加强，等损了地，损了地。不过呢他就因为黑棋要想吃掉这两颗子，必须要二路先虎一下。对，是的。那么白棋挡下来以后，这边有个硬腿啊，对将来那个左边的角地啊还是有所帮助。白棋并不是说没有收获，长。那么黑棋二路虎是必然的。没错，是这样。十，二路虎黑棋白棋也基本上只能挡上。对，这个地方绝对不能让不能让黑棋给过了。挡上白棋，黑棋可能是应该正常是尖住
那个两颗子三、嗯、在三路尖尖顶处吃掉、嗯、白棋再往外跳。嗯，是的。嗯，虽然黑棋把这两颗子吃了，因为白棋跳出去以后，因为挡上啊，还有可能就是你三路尖顶的时候啊、嗯、吃掉两个子，将来白棋二路拐下来嗯可以扑扑了打了、哦、一路立和一路尖都是先手、哦、嗯哦，所以说对那个脚上帮助很大，那黑棋那两颗子呢就显得会稍微的有点薄了。嗯，所以大家不要单看这个白棋这两个子死了、哦、哎哎呦，轻微先靠一下、这个、这个应该是、哦、我觉得应该是深得 AI 的精髓就是说如果直接挡的话被他三路尖将来再靠靠不到，对，靠了他可能会反击、嗯、长出去或者搬在外面，没错、哦、没错，现在是利用白棋这两颗子啊还是有些借用、嗯、如果他延出一点气再挡的话黑棋很危险的情况下、嗯、先试下黑棋的硬手。嗯，那么呢在白棋的目的啊我觉得就是在脚上先便宜两下再挡上一次，还有九次，他就想留一点什么味道，留点味，对，留点味道，这个时机我觉得是恰到好处。嗯，这个时候黑棋反击的话可能会有点顾虑，黑棋的时候反击不知道往哪里反击，主要是他假如说搬在外面呢行不行？搬在外面是可以啊，搬在外面是不是会就正常的话白棋应该就是搬搬三三，对，搬三三，然后你断吃，然后白棋可能就放着不走了，再挡、哦、再挡上，那么这两个它就有可能会便宜、嗯、就将来留在二路一打可以活脚、嗯、是的，反正就是白棋这一靠啊我觉得时机真的是恰到好处。嗯，这步棋展示了他们那个顾子豪的实地实力啊。五十啊，这是黑棋确实很有点头疼到底是应该走哪，这个时候他是不是用掉了一次，我刚才没有看清楚啊。嗯，从心境上他是搬在外面，心境上是想搬在外头。嗯，他还想反击。其实你搬在里头，白棋断结果也差不多。如果长三三的话，这个明显就被白棋便宜了。没错。黑棋搬在外面，显然是说，就是说你即使活脚，或者说你现在想把那两颗子拉回来，那么我二路那边爬过，那步棋也非常巨大。嗯，所以就考验你。哦，白棋是断，嗯，这不断，如果黑棋现在打在三路啊、将来它这个断这个位置啊可能比在三三的位置会好一点。嗯，将来就可以在二路打一下，或者就是四路打，就两个选择了。 嗯， 嗯，那好像黑棋也没有办法，这样只能抱持掉。对啊，只能就是在那个小木的位置上抱持。嗯，啊，那么白棋相对这个断在外面那个子会效果会好一点。没错没错，因为白棋这边总是要二路挡下去的话，这时候可以挡，对，总是要挡下去的、嗯、这时候因为脚上已经那两颗靠了断啊，已经有所便宜。嗯，虽然这个便宜的微乎其微，但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挡了一个，果然是啊，对。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就想着黑棋刚才刘老师说尖住他之后呢、嗯、拐下来他有扑了这个，是是是，他有一路的先手哈、哦、那我可不可以考虑二路爬一个吃他呢？爬一个也有，还是有先手是不是？爬一个他再长反正你还是有点怪，就有点不太舒服，这个是确实是有点不太舒服。他还下得挺快的，他就尖住他了，他可能早就想好了，就尖住算了，底下有点先手，有先手。嗯，将来因为白棋二路拐下来就是这两颗子死了，嗯，黑棋还只能警惕啊，但是白棋现在不要轻易走，对，因为现在白棋往外跳的话将来还能靠在那个头脑袋顶上，白棋黑棋的两颗子还能往上靠，还不能随便卖掉，还可以再对再利用一下，是的。但是将来拐的时候黑棋是无法反抗的，对，拐了他只能收气，收在外面或者是加对他就是挡在那个四路，白棋二路拐的时候、白棋挡在四路，然后白棋可以扑了，先扑一下，扑了打的话将来一路立和尖都是有先手位 的， 那这时候跳出来黑棋应该也只能往外跳了，如果这两个子不能死啊，这死了太大了，对，这不能叫气死。
虽然说看起来白棋在右边就右下这一带的好像损了一些，但是其实它也就靠着断了一下。嗯，那将来这个断的子呢，它还是很有活力的，就长出去或者翻打了怎么怎么样都可以跑。现在好像黑棋好像正常来说还是要跳出去的，头要跳出去，因为你要说如果转换，如果说什么点三三或者拖在脚上啊，想办法进行一个转换，可能对黑棋来说这个很难下这个决心，因为这两颗子死了还毕竟还挺大的。没错没错，是的。40，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现在白棋呢保留了以后二入拐和那个天上可以靠上去那个两个字，对，就是保留这个变化。从这个从第一感来说啊，我觉得白棋还是不错的。当初看这个大跳好像看得挺奇怪的，现在看着挺有道理，因为他黑棋已经往上跳了一个，他再去点三三或者怎么样的，这可能性就比较小，所以他这大跳呢，他虽然说脚上空虚一些，但是就是看中黑棋外面就对他的压力。我先把你这个让你这个跳至少变成后手。他主要是不怕黑棋点三三。对，是的。我觉得跳比大飞可能好一些，因为大飞的话被黑棋上面尖一个不是先手，我觉得。30，不过也有可能有的时候场合的下法。对，我说的那个大跳和大飞的意思就是 AI 是推荐是要尽量下的就是步子要快一点，效率更高一些。现在黑棋一直在考虑，在思考这接下来是怎么行棋。对，这时候普通正常的想法就是跳出去，反正是。他，我觉得这时候姜慧杰啊，这个时候应该是打姜了。立了一下。对，打一个姜。这个是秒打吧？刚才应该又用掉了一次左右。对，嗯。这白棋下的很快，这谷子豪那个挡下的特别快，我看他。谷子豪应该是要时间压迫一下。他有的棋手的习惯好像喜欢下到二八，读到二八二九再下。没错，以前就我们代表就是我们那个邱俊啊，可能一些那个老的棋啊，应该对邱俊应该是有印象。这步尖，我觉得就是显然就是怕担心就是被白棋二路拐扑掉，立完以后直接就飞过了。是这样子。有点。就先把这个断白棋的后路给截掉，然后再跳出去。那么这时候基本上来说，这种形状一般来说就尖三三就可以了。就是说如果说黑棋跳出去的话，白棋有可能直接渡过了。这个扎丁，扎丁和尖三三比，不一定会比尖三三好。这一看就是扎丁就比较注重攻击的。攻击，对，人类棋手比较喜欢这个。AI 都是尖三三。对 ，AI 比较注重目数，可能。对，而且白棋这个扎丁啊，还有破除黑棋的眼位的一个。对啊，是的。一个作用。就虽然将来其实黑棋二路跳进去，其实有一只眼。如果说现在这个情况下二路跳进去还是有一只眼，有一只眼，二路跳进去啊，白棋冲了跳，黑棋先冲，对，单冲，然后长的话我再冲断就行，直接冲断就行了，不要管那一下冲的话，他白棋是只能拐住的，所以他其实是有一只眼。所以说尖三三的话会对目数好一些，会对目数，然后在左边的就是那个跳二那个地方也会好一点，尖三三毕竟你将来搭什么靠段稍微会好一些，你盯在这将来就是黑棋如果这边都走畅了，至少点在了三路再长它都是有先手。对对，还是有区别的。你高跳还是有一些隐患的，就是说在将来黑棋这块棋走畅了以后啊，对对对对，那不可能这个一招棋就是把所有的优点都概括了，那么那就说明人类之前也太臭了。我们看黑棋的这个棋形和它是下的，看起来好像不像在桎梏的感觉，好像还是在瞄着白棋那种感觉。对对对，其实黑棋这个尖啊，它也是防着白棋有个挖的手段。有单挖是吧？再防一个防断。白棋跳跳，那么黑棋肯定也就往外跳了。这时候再
再去走别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处了。就黑棋的意图呢，看起来他是要跟白棋对攻的那种感觉，他不甘心于自己一个人逃命。但是客观来说啊，这棋因为白棋是先手的，白棋是先跳在外头啊，是，这是应该是轮白棋下。黑棋这块棋啊不太好攻，但是白棋呢就更难攻，黑棋想攻白棋就更困难。那是白棋的目的呢，就是因为他现在在右下那块呢，黑棋是有一块实地的，那么白棋呢是想要借助这个攻击呢，最好在左边形成一块实地。28小跳了。这应该也是他的目的，反正就是慢慢攻击。因为你要直接直线攻击，现在应该没什么好处了。因为让他往左边去了的话，那你的空就没有了，你中间走一串不知道有没有用，将来这落空的嫌疑很大。有落空，对，所以白棋这步直接跳一手，我觉得还是比较冷静的。那现在就又轮到黑棋选择啊，黑棋直接跳，先跳进去，先把木先啊。那这黑棋白棋肯定是基本上应该是得冲了跳，这是没有办法。因为白棋既然跳了那个刘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点啊，长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存在了。对所以他就跳掉算了。对、那先把木给捞了。我总觉得好像黑棋还是还不错似的，看起来看不上吧，我觉得还早吧，还早。可能只是一种感觉。对，我因为这现在为止啊，就是我觉得双方啊下的几乎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手吧。就看不出来有哪步棋下的不对的。对、下的都还挺好的。所以从这个进程上来说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波动的话，从第一手的胜率白棋要领先的话，应该现在可能还是这样子。那天是听王磊老师说的吧，他说一开始就是决议给出的白棋的胜率是57%-58%之间。对，他就说就是决议是认为啊，就是贴3/4，也就是咱们棋目半吧，3/4是白棋要稍微占一点便宜的。那么如果说贴6/5呢，就是50%了吗？这个要问决议了。这个要问决议了。从这我们变成讲棋变成了规则问题。研究规则问题。因为如果说贴6/5，对于 AI 的来说，它是系统是需要它要重新要设定重置过。对，并不是说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就是为什么就剪一幕就行了。因为中国规则啊，相对别的规则啊，说到规则问题，中国规则相对别的规则就更清晰。对，所以说为什么那个从阿巴狗开始，然后以及后面的决议啊，就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运用的都是咱们中国的贴3/4，相当于7/5，这是因为这人工智能是非常清晰。所以说它相对只要把它告诉这个规则告诉人工智能，它就会自己就会学习起来。你要说告诉它6/5，它可能又得另外的重新来了。这个我因为是门外汉，但是我似乎是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应该是这样子的，确实。不然的话，你想贴3/4、7/5，那么呢，白棋的初始胜率57%，那显然是白棋应该是要好一点。没错。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么呢，贴6/5可能更合理一点。但是呢，它6/5又不是中国规则，那就这就比较复杂了。黑棋可能在思考这接下来这块棋如何处理。点这步棋可能他可能不太乐意就直接往外跳吧，我觉得。但是这步点从那个正常来说跟白棋这步接交换他还是有一点损的。对，我们看黑棋的每一步棋，我们总觉得他会跳的时候他总是不跳，他总是想方设法想把棋下得更好一点。或者他可能就想在局部上他就可以有那个做活的空间。因为将来我们说的左下有个冲了拐。对，这个左下角就将来他可以先冲。先冲，你要退的话他就冲，直接冲断你了。你只能挡住他在拐，脚上是有半只眼的。是的。那么呢，如果说这个中央能做出有只眼的话，他将来有啊，你看。但是这个棋好像是后手啊，
那白棋可以脱先呢？这不行，在这一代，这白棋肯定可以脱先，因为你冲了，它挡住，冲不下去的，飞下去它可以冲断，暂时应该没有什么棋。看到直接点二路被白棋尖住也不行啊。黑棋的目的呢，就反正现在有中间之眼，随时就可以做活嘛。是的，他也不是说。他可能是不是比较忌讳他一个人往外逃、啊？对对对，他是不是还瞄着什么东西？因为黑棋这地方厚了的话，看着白棋的弱点。对对对，将来那个白棋就是右边这个往外跳的地方，他是应该是有一个挖的手段。哦，直接单挖。直接挖，嗯，当然现在直接挖是，黑棋白棋就打在外面，或者然后唬住那两颗子，黑棋应该没什么便宜。不过他因为有这个弱点以后，将来他比如在右边他的虚实的像什么大飞啊，或者怎么走几个，就隐隐的威胁你，他肯定是有价值。那如果说作为白棋这一方来说，他得提防这一下呀。对对对对，但是得小心，因为黑棋突然往这边尖一手，他肯定是有他的目的性。是的是的，因为你这个明显是个后手、啊你要是先手的话，就也还好理解一点哈。所以我们下棋得看懂对方的意图才行。我不太明白他看懂了没有这个跳是。这不跳。十。看起来好像黑棋下的更有想法一些。好像还是继续的威胁着。是的，是的、因为黑棋这个毕竟还是没有活干净。虽然咱们刚才说那个左下有还有半只眼哈，将来。虽然说有挖断，但白棋他自己补也不太肯，先飞出去。这头不能被白棋封住。那么白棋的目的是不是就想就借助黑棋飞出来吊子，再去围左边那块空？也有可能。是不是有时候这种飞一个？飞在五路。但是这个挖断好像慢慢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他可以先点了，先刺了一次再挖断。围空围的好扎实，就这么一个一个小跳。对呀、不敢飞在五路啊。哦，不过确实，如果说你要说左边都成为白棋的实地的话，那么白棋还真的是不错的。黑棋那个全局啊，就集中在下面那块实地了。那看来就是要靠中间这个，中间要说的这个手、打这个也很大，保持掉确实很大。这其实最简单的白棋就是打一个拆一个就很大。十，这也是为中间要积蓄一点力量。对，就是在这个局面下，因为黑棋这块白棋，黑棋和白棋是两块龙啊，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死的危险哈。那么呢，白棋可能会抢占，是不是？还是继续威胁一下，这个很大。就是如果这左边那个都成为白棋的实地的话，那白棋真的是不错的。那现实的控权拿在手里了，现在好像是比较喜欢这样的。对对对。然后别的事情咱们再说，而且白棋这块棋呢，他跳了好几个了，应该说不是很担心。即使刚才这是说这个点刺，直接就来了、话音未落，是，这点完再挖是确实是黑棋继续预谋已久的手段了。没错，他刚才吃了一个，应该也是做一下准备工作的意思。这样的话，这步棋就变得更加厉害了。而且现在应该是恰到好处，就是现在如果你要不想被他挖，你可以横顶的话啊，就顶在黑棋刚才跳出去的位置，那他正好再一靠，这形状就非常好。就横靠一下。对对对对，所以说白棋现在还是接住了。因为如果白棋选择顶的话，这挖断就不存在嘛。没错，以他们的水平，我想这个点完再挖，这个应该我都能看出来，他们肯定没问题。刘老师谦虚了。这个我觉得黑棋不挖断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棋可以走。我看顾子豪刚才下子的手势，我觉得他应该早就看见了，他只是觉得这个挖没有想象中那么严厉。对对对，他觉得我也不惧，没关系，你就挖吧。现在就是十，黑就是白棋打了，就是虎在那个二黑棋刚才藏的地方。黑棋到时候再断。
形成了另外一种战斗。黑棋这个也有好处啊，本来我们说底下有只眼啊，本来白棋有二路拐了扑了，对吧？对，突然打完以后一路尖是先手，一路尖先手，你要成眼的话它还有个二路有个戟是吧，有个打劫的手 的手法。那么现在黑棋白棋因为要防备上面的断，那么呢他必须要把这个给卖掉，那么黑棋左下手段就不存在了。这也是黑棋直接动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就不肯自己一个人做活呀。他现在被白棋飞震了以后，这个白棋应该是会虎的，因为如果你接住的话，白棋黑棋肯定是要断你，是，那么呢你这反而就显得更自重一些。嗯，十，那虎在那个黑棋的那个头上，将来挡住打一个全是先手顶住他。哦，这个是担心虎的话被先拐一下。他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吗？这块其实他是一虎一坐，他是活的。他这个应该是最好。刚才我虎一下被他二先拐一下了，没眼了。他就想给自己先留个眼，留个做活的可能性。做活的可能性，因为现在这个棋啊，就黑棋先长啊，他亏了。对，长一下不赚。你长了，白棋接住，你再断，白棋拐出来，这黑棋反而麻烦。只能拐出来，然后他这时候再虎，那么那这白棋就是至少那个挡在的地方，将来有个先走一只眼，一次一坐眼已经进活了。这看起来这战斗好像白棋是不太惧怕了。哎，白棋没有机会先在三路打一下吗？三路拐一下吗？你是说不打吃、哦、打吃一下、那个、是吧？因为现在黑棋打在三路，打在四路，你将来白棋基本上要靠那个要利用那个先手打一下，对，团打。再打的时候，黑棋随时肯定提了，因为上面那下就打不着了。对、哦，白棋可以先打一下的，好像打一下的话，将来一次一坐眼就进活了。不够细腻是吧？是的。我。就是再打，就是上面和三路团打，就五路打和三路团打，只能走着其中一个，只能走着一个了啊。他这个打应该能打得到的，就是在挡之前先打一下，肯定打得到，少打一下可能关系也不是太大，但是还真的是有区别啊，因为你这个没打到，你这个地方就活不了了。对，他必须得靠这下打才能活得掉。这个地方应该先打掉，应该先打掉。可能他也没有想那么多。这个是虽然说是他小地方的，也不是太小哈。看起来他顾子豪下棋没有刘老师那么惊喜。没有，我是因为看到，因为他挡上，他直接挡那个，是因为要求以后要做活嘛。然后我再看他一个四路次是先手。然后呢他如果再坐眼，将来被挤进去他不活呀。对，主要是这个问题。如果他先打造一下的话，就活棋就没有问题了。看看目前白棋会如何处理这块棋呢？可能他觉得这样下他也不是很怕。白棋是不怕，白棋因为眼睛还是很丰富的，你外面虎啊尖啊都可以。那黑棋基本上，要不往上贴，拐，它一长，好像往这个右边它想成空的地方去了。对，因为现在拐白棋正好往一长，再走，白棋是不是还能搬呢？那是拐的。我觉得这样，他已经出手了，他也没办法了，只能想办法再。怎么是攻击他的问题？刘老师刚才说他天元贴一个是这意思吗？对、不知道哪个好啊。但是就是现在这个黑棋如果要没这攻击要没什么收获的话，白棋可就全部把黑棋右边的潜力给全破掉了。没错。因为白棋这左边那块它有个飞啊，好像隐隐约约就要全部成为实地了。如果这块都是实地，黑棋的控显而易见还是要加油的。
这右边的墓如果说全被白棋下去了的话，那就不太乐观了。不太乐观，那白棋黑棋白棋空还是很多的。黑棋反正还是只有下面那一块。对，白棋现在外面把这块棋就是长长的这条黑棋给它罩住的话，是先手吗？这个恐怕不会。有先手意味。对，有先手意味，但是。因为觉得一点，然后脚上把这个眼破了，是不是？脚上破，它二路尖还有味道。哦，二路虎啊，对，二路虎，这个是吧？对对对。虽然二十，好像是不太容易杀掉，不太容易杀。嗯，然后它底下那个还有往外冲啊，尖顶啊，各种手。我先还是打掉了。嗯，打在上面。肯定黑掉，肯定提掉。应该是提了吧？嗯，肯定提。打一个也往这儿打一个，如果刚才那个刘老师说的先传打，对，打掉的话先打一下好多了，那就这个打上去就毫无心理压力了。是的，是的，但是你现在打一个这还有点，这时候我们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那个三路没有急打一下，这还是有点区别的。对，这可能跟下的快也有点关系。我看顾子豪下的好快，但下的快的就这种细节地方就容易错过。因为感觉上不是特别重要的细节，所以就容易错过。二十，这个他因为打一下，他应该是想什么扳头。嗯，二十，扳头显然黑棋是扳上去，黑棋是不能断的。就看起来白棋呢，他还是比较注重于大局，就这种细节方面呢，他觉得可能不是太重要。他打一下也有点像打枪，其实直接扳头也是可以的。对啊，也没什么不行嘛，这打不是随时都可以打得着吗？难道他打还不硬吗？没错。二嗯，跳。嗯，黑棋这个跳完，我一个是要断，一个是要那边飞出来，是不是要吃三子？所以白黑棋拐一个还是有道理的，引诱白棋扳。嗯，这个时候呢，白棋这边他，我刚才说的这边他是走不着那些，走不着，他肯定他肯定断了，这断一个太大了，所以他还是先冷静吧，先唬住这个虎太大了。不过白棋唬的这是非常有收获的，就觉得已经往他的后面去了，对，往黑棋的右边的潜力不停的伸展渗透，这黑棋也围不大。那如果说这样的话。黑棋当初就好像不出手也不是个事儿，出手就觉得好像也不太对。现在对他就是这步飞，好像可以把这三个子杀了。对，如果说能把这个三个棋精杀了，黑棋也不能说没有收获。嗯，那还挺大的。所以白棋刚才就是黑棋中间拐了压的时候，白棋是不是在考虑长还是怎么样？现在他说选择了扳，以他们的水平，我觉得他肯定是在判断黑棋跳完把这个三子飞了以后形势怎么样。嗯，这三个子吃掉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黑棋这块，其实刚才我还想着被人家照一个，还有点难受，看起来。这个来不及啊。是啊，就是走不着那一下，走不着，怎么都来不及。不过这三个子味道很足啊，外面就现在白棋就简单的就走一走，我觉得这三个子就算死掉了，嗯，白棋也不差，只要是白棋左边那块是实地的情况下啊，前提下白棋的实地是不差的，因为黑棋右边几乎成，像白棋比如就打了力嘛，就右上角那是一步大棋，特别大，是的，就抢到这步后，那个实力一下就确定领先了。嗯，右上角那个棋形也是，以前我记得有一度还棋，有时候还断打了，爬了长出来战斗。哦，对，现在好像基本上都打了力。哦，那个有点损实力，主要是。哦。首先，这个战斗就很难说，很难解。啊，就不知道。对你并不是说很占优势的那种战斗，那么你在损失实力的情况下，那么现在就没有什么人愿意下。嗯。而且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战斗就更可能有点莫名其妙的，莫名其妙发起战斗，就简单就打了利吧。嗯，打了利我觉得就挺好的。嗯，他应该是在选择，在应该用掉了一次到两次，我看迟迟没有落子。看起来顾子豪要不就不想，要不就下得很快，要不就仔细的思考啊，这里要如何选择？可能他也觉得有些棋没什么好考虑的，反正肯定是这么下的。对对对，而且他们下快棋吧，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靠平时的训练和积累。对。飞了一个，这个应该是先手，慎重的选择，他是觉得应该是先手，这次应该是先手。嗯，中间好像这一飞出来是不是就已经不太对了？至少他可以通过弃子是不是可以加强一下，因为他一飞出来就黑棋就很难办了嘛，你中断他就压住就盖住了。对对，就很难办了，盖住就已经很难办了。对，所以黑棋应该是要硬的。黑棋应该是尖在上面吧，就吃三个。对，吃的大一点，吃三个也就十多目棋，其实从目数的角度来说并不大，好，并不大。对，就现在呢，黑棋有一个优点，就是说他这三个子吃完后，他这块棋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就无忧了。就是说白棋这个左边那块到底是不是实地，还有没有进去的可能啊？哇，那里还要进去啊，原来。对对，如果不进去的话，我总觉得白棋这还是不错的。嗯，因为我就想着你上面掉一掉，我又围围住算了。现在那黑棋应该是要尖在那个中央的，把那三个子吃干净。然后如果尖在中央，白棋怎么假如说啊，就是上面打了利下来，打了利、这个是因为都看得见的那个比较大的地方打球啊，这应该是利用时间。就是说如果说这么普普通通简简单单下的话，黑棋的实地还是堪忧啊，如果不进去啊，都是成为白棋的实地。左边那块目数太大了，太大了。我们看右下角的黑棋呢，应该是没有办法跟左边这块白棋的实际相抗衡的。嗯，那白棋右上还有一个大角，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右上还十几目棋，如果打了立下去的话，十目，中间也就十多目。这地方，但是现在这个地方黑棋完全厚了，本来上面靠一靠，还有点先手，那边对白棋左边那块实际还是有加强的。现在如果白棋要抢占右上角的大闪啊，他已经抢占了，那黑棋必然是要想办法了。如果说左边任由是都是成为白棋的死地，那么呢，黑棋的死地好像很难抗衡吧，跟白棋。这一带要怎么进去？要清在这个五路这个地方吗？最狠也就是这儿了，我想想。就不能再往里去了，再往里去要死了。不能往里吗？看看他是怎么下的。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简单判断一下，我们刚才虽然说黑棋把中央三个子白子给吃掉了啊，但是黑棋呢，白棋因为这边扳头虎了又飞，所以右边的黑棋几乎就没有什么实地了，不复存在了。那么呢，黑棋看见实地就是下面这块加中央那三个子。以及上面提了一个子，那个子就没什么目了、那么呢，白棋如果左边都是实地，右上角那个角还有十几目，真是非常大的。先走一个，先走一个，试一下白棋，看看你怎么硬啊、硬在哪里，加强一下让自己啊。白棋可能也就是往下飞飞飞，破点实地。也加强自己。二八，先把它飞下去。这把它破掉，把它破掉，对，因为黑棋这样也没什么实地了。是的，十，这个飞特别大。但是没功夫飞那个，除非他不打了地，这下就飞那个。那他这边就要。对，那他先动手，这次其实还是蛮大的。
可能在顾志豪眼里面这个已经是我的师弟了。你要进来，我的恶霸名称是白叫的吗？应城之霸，他走在这儿，这个已经是最狠的下法了。但是这样很难办呀，就白棋很难办，是吧？嗯，他如果说四路肯跳一个呢，被人家二路这一点好像还是，哦，二路点可以监住他。这不知道该应在哪里。他不肯这个回应吧？我想。回应上面这个要被切下来的。跳在这儿。跳在这儿，他被冲了一拐，是吧？嗯。反正是应不好了，那也不应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左上这个棋形啊，白棋这个棋形其实对于围控啊很不利。对。因为黑棋有各种借用，你会发现你要围的时候，它首先是有个二路点的先手，然后你到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个是肯定在利用时间打僵了。嗯。再看看下面应该走什么。这时候肯定黑棋，反正有一点是应该不会再在下面接着进了。嗯。比如说咱们就飞下去。啊，最简单的飞这个，这个白棋是不是头就疼，挺疼呢？那我被逼无奈，我也只有要杀了吧。要杀不好杀呀，点先手这个。哦。不好杀。二八。这确实有点复杂。是。还有四。那黑棋肯定要进去，这不进去这边也不好下。是。那走到这儿的话，白棋再考虑一下怎么下的问题。因为那个上面也没什么硬的必要，嗯，白棋也走不好的，先下去再说，是吧？对对对，下去再说。这肯定是一种中国的态度。就是说黑棋现在往外跳的话，白棋可能是不是就他先上面压迫几下就缩回去了，就算了。对，是的。就像你说的那个，就跳回去。但跳回去我还是不知道被你冲了一拐，我应该怎么下？大概接住算了。就算了嘛。那上面一个就被黑棋留下了，留下，但是你现在因为它上面拐和你中间走，有这个便宜，然后白棋也就算了，对，他能拐着一下，他就觉得还对对 对还不错，啊，就是看你敢不敢下去，这是考验黑棋的时刻。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敢下去，白棋被逼无奈，只有吃他，只有靠住吧，对，啊，那先把头靠住再说，飞下去了。这好像一个决一死战的样子。对呀，啊，这一代双方都没有退路了，因为已经被逼到这份上了。这个白棋要怎么吃它？坚住吗？当然直截了当的是靠住它，但靠住它，我觉得实在是不太像能吃掉的样子。坚哪个？坚在五路，就是你那个掉的那个很坚这个。对，坚这个将来一场象棋吗？这个先手，这不太行吧？这个。安完了贴住，然后打完了长，我就把这个断掉，不知道行不行。我只是这么一说，今天这个感觉不像好像就是下面一拖什么的，我感觉你好像你都很难办，你是不是觉得那个可以处理的方法很多？对对对对 对靠住，这还是靠住吧，就是咱不给他首先藏出来的借用，底下咱们再看。就是说黑棋即使在底下能活，白棋也未见的这棋就不能下了，因为上面其实压住它上面四个子了哈。对对对 对，就看你活成什么样。对，嗯。因为我们要看到在右边啊，黑棋刚才不是白棋打了力，黑棋拆了一下，将来白棋就算打进去，这黑棋其实都是，如果白棋左边全是后，其实黑棋都是副作用的。没错。嗯。所以这个如果真的是活得很惨的话，这其实白棋也是可以的。没错，就基本上还是不要把自己立在那种非要吃人家不可的那种状态，这就比较费劲。活得很惨，因为毕竟白棋上面，你看刚才掉进去，白棋上面拐的时候，上面对黑棋还能造成一些威胁的。没错，还很能留着的。将来这一就算飞在三路，你爬他再打，这个是要考验一下吗？考验一下。考验一下，十啊，这个应该是冲断呢，他就冲断，他就是首先他这个点一下，这打了各种先手，他是有点完了尖回来，对，有好处的，有好处的，对，二八。
考验白棋，这种时候我就觉得特别讨厌，头疼啊，特别讨厌，这很难硬，主要是。但就白棋这一下的话，就已经被黑棋便宜了。是的，有这种感觉。但是最终结果还是要看这边活成什么样，如果死了就不用说了，那肯定就结束了。我觉得被煎住这里面味道也很恶，也很要看起来这 各种的借用什么搬啊或者立下去，这冲了这一拐是什么东西都没看清，完全都确实，但是他也比那个好，这冲完后他点了什么比如飞了一剑，哎呦我这个那就是我就很难印。哦，他贴点了，他还担心如果贴冲了一下，如果先贴回去的话，他搬的时候再拐的时候白棋不要了，他还担心这个。嗯，就他确保如果现在白棋接他黑棋拐回来，白棋搬回来的时候呢，他冲了，能打那个是绝对的先手。嗯，那他肯定要拐回来。这个地方我觉得黑棋得分了，应该是拐回来，白棋肯定是要搬过，这些对、啊、这些都不用说了。那么呢，将来他就冲完后二路打先手，二路打先手底下二路在什么二十大跳二什么这种可能，反正很味道很多，就觉得确实二白棋有点难过。这白棋没办法，只能拐，只能搬回去了，而且不能被吃掉，吃掉也不用加了，估计我有时候我们人类判断挺有意思的，就是觉得这不可能的事情，人家AI下出来了，发现也不是不可以。然后我就脱签了。嗯。但是像现在既然这么走了，我白棋显然是不可能脱签了。我估计下的时候应该没有脱签的概念，没有没有这个概念，脱签对就不行。那在冲的时候，你还是能挡住。是。二十。对，如果说啊，嗯，比如说现在黑棋冲，白棋接住，嗯，接在二路啊，你们能把上面全杀了，嗯，这个真的也不见得不可以啊，就这样，就吃掉也十几目棋，不到二十目，这个就很刁钻了，这步闲点，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冲了你挡住他打了，他将来一退啊、嗯，就如果现在白棋尖在三路分段，嗯，然后他冲了一打一退。嗯，这应该出事儿了呀！不，刘老师不是说冲的时候可以接上吗？哦，就这是真的要转身吗？那我被你逼得没辙了，让我只有想要接上的问题。就是现在白棋如果靠住啊，白棋可以就是就虽然被黑棋便宜了，他靠住后，将来黑棋尖在二路尖，这个能不能活现在不知道呀、啊？这得计算了。就白棋靠住这个，对，靠住他，哦、嗯。就什么都要，黑棋三路尖，白棋就全部硬，然后白棋将来黑棋二路尖也是绝对的先手。嗯，然后呢，这局部活不活？现在我反正看不太清楚，这个需要真的需要计算。局部看起来不像能进火的样子，他如果说刺一下，就算你接上吗？三路尖的话，三路尖你不接，你能下哪里？接住他爬回去，你就点进去是吗？对，这有点困难。因为你现在如果尖三路的话，他冲你还真不能要，对吧？那肯定啊，那肯定跟他的原意有点违背。是如果形势怎么样，咱不知道、啊。我觉得他们肯定不会有弃子的想法，在下棋的时候。是的，是的。那现在就是你看黑棋三路尖先手，将来二路尖也先手，嗯，然后挡怎么活就尖住这里面，我反正我一眼看上去我觉得是不活，就看上面那个地方，对，上面飞的那个地方能不能做出一只眼。对对对对对，哦，他拖好棋，感觉上啊，嗯，拖应该比那个直接尖一个更像好手，我看着像打劫那个棋形，因为我觉得那个挤一个你上面要冲吃嘛，就三路煎完了上面三路挤一下的话、嗯、你冲吃我挡住挤一个只有冲吃啊，那我挡住应该有劫了、就是、挤一个不冲吃你将来长不就有眼了我肯定冲吃，你冲吃我就挡住可能做个劫出来，二八对打劫总有劫应该有，对打劫总有，这是黑棋应该还是想进活吧，如果左成个打劫我感觉都不一定啊，嗯，而且走打劫，白棋的劫材很多的。对，单拖好像比那个单拖好像更好一些，是明显要好一些。有的棋士应该保留一下。这时候我觉得应该只能拿白棋投他，这要想杀太困难了。是，
黑棋子底部下得很漂亮啊，嗯，那先飞完后又底下二路一漏，真的是考验到白棋的神经了。30，这怎么办？现在虎吗？这虎它虎起来，这个你就不太好办了。我觉得不太好，主要是我觉得这越来越沉重了。白棋还这整块有可能自己都可能不活了。是啊，别导致真的是有可能自己不活呀。待会被二路加一下也很难，这这儿被加一下，特别难受的地方都是。嗯，先考一个。哎呦，这种地方就短兵相接，就考验计算力。嗯，这地方啊，就是现在白棋的目的是，就是说你冲它断，嗯，你长它正好接住，嗯，就所有的防住了。然后呢，有了这个不棋后，将来那边全是先手。20，对，这是黑棋白棋的那个感觉上也是一步好手。我觉得在这种短兵相接的时候，这两位真的是，嗯，这个都是顶尖中的顶尖，都是顶级的，都是顶级的。而且又是快棋，30秒一步棋。现在屏幕上是不是姜维杰在挠头啊？嗯、哎呦，这种地方真的是很考验，很考验，这怎么办、嗯？他们平时这下的网棋也是这种节奏的吧？也是30秒左右吧？应该是因为在网上下棋，但现在网上下棋有个不好啊，就是你不知道底下有没有作弊的可能。哦，是这样。对，因为有了 AI 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拿它来。听说啊，现在是网络比赛已经有人利用 AI 来作弊了。嗯，那看来还是面棋好一些。对对对，那肯定的。嗯，但是网上棋肯定应该都是不会太慢的。对，反正都下得很快哈。8，哇，索性就不硬了，他也不好硬，他觉得冲过来就不太好，冲过来被白棋都接得硬邦邦的，然后就接下来这底下可能就不太好活。那现在白棋当然是可以一贴就可以把这三个子跑了，但是现在跑了没用啊，嗯，跑了你黑棋全部粘上后，你还得自己的死活还得注意啊，嗯。不过现在到底会形成一个什么结果、啊？如果说白棋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黑棋全活过了。他如果说现在跑回来的话，黑棋是不是会把自己先连通的？比如说打回去挖吃，打吃。嗯。接下来自己冲了一打了一顶。嗯，这真的没活。很麻烦，白棋没活。这可能自己没活了。哦。这是沧海桑田啊！看来这个在人家空里面活棋真的是觉得，我又挺觉得白棋挺厚的了。你想，这个四路都横了三个了，这里面怎居然还是那么容易活？好像还是容易，很容易出棋。如果现在白棋只是单纯的退一个的话，那黑棋再把它冲回来，就完全两样了。对对对对，嗯、那是。嗯，白棋可能现在是不是也就只能贴回来了？没办法，没什么好棋下。他虎到那一下很关键啊，对于做眼来说，对对对，嗯，白棋只能贴吧。是的，贴了，反正形成个转换，好歹把中原跑出来，然后是不是再看看形势怎么样？还有1次，毕竟不是说没收获、啊。你白棋现在我们看啊，如果贴黑棋后卫，应该在这个中间星位那个地方挖吃。就是从那个形状上来说哈，对对，这挖吃好像白棋已经很难办了呀。是，主要是你即使把它断开的话，黑棋两边做活就可以了。挖吃的话，白棋如果最好是能退了，再先顶在三路，如果先手顶的话，它应该就进活了。嗯，活完后中间再虎，那对，再继续威胁黑棋中央那六颗子，那么呢，这棋还不一定吧？我觉得。哦。那就是左边被破掉了，这些心态破掉就那就算了。是白棋好歹把三个救回来，是因为黑棋这中间要薄的话，是吧？对对对，还因为黑棋到处都很薄啊。贴回来，贴回来，黑棋应该会再挖吃，因为黑棋不挖吃，也那就只能往上藏。嗯，就是白棋贴的地方那颗子、嗯、贴住，再继续藏。嗯。继续藏，但是如果白棋先手再怎么粘回来的话，那白棋后了，然后再把这三个粘回来，黑棋反而得不偿失吧、嗯、还是要挖吃。
先把这边先走好了。嗯嗯。那啊、哦，这战斗依然很焦灼的状态，好像看起来。十。白棋，理论上他应该藏完在三路喉顶一下。嗯。就是现在打吃嘛，挖吃他白棋长，黑棋接住，白棋在顶三路，如果能顶先手顶着的话。在中江湖，那就会形成一个转换。嗯，长一个。嗯，这胜负依然还不知道啊。依然是很有悬念，看起来。两个白棋，黑棋肯定是接住。嗯。然后这是白棋，这个三路顶是很必要的。对，这个顶如果被黑棋顶了的话，那就有点麻烦了。这白棋好像整体看着都没活呀。二。嗯，长。看张玉杰每步棋都基本上都要把读秒的时间都用尽了才、嗯、现在就进入最关键的时候。嗯，这地方黑棋不走的话，被白棋黑棋冲了打了再一顶二路肯定就不对了，所以白棋这个顶是一个要点。我看他刚才这是顶下打算顶上去了，是顶黑棋，黑棋会藏在那个地方，藏在二路吗？不是藏在天上、哦、藏在中间是吧？藏在中间，因为你现在黑棋，因为它有打吃怎么二那个两颗子嘛，对吧？对。如果你是只是特别按照白棋的思路说，你现在还是接在那个三路粘回去，白棋虎在中间，其实还真的黑棋算破了啊，这棋还真的不一定，因为黑棋咱们看起来黑棋还是只有这么一块空，嗯，现在因为中央三个子被白棋跑了嘛，二八，然后呢？全局形势怎么样？还不一定，因为黑棋太薄了。现在对，黑棋能敢不敢藏在藏？如果藏在中央的话，就好太多了。嗯，不要很想藏那个，很想藏，不要被白棋唬。对，嗯、如果藏在藏完黑白棋，敢不敢断它呢？白棋怎么硬啊？白棋不好硬啊。敢断它吗？白棋不断也不好硬、啊。对，只有断了是吧？白棋是吧？只有断。这个太这个心情上太想藏了，那很刺激啊！这棋下的藏完它一断，黑棋有一个挖，嗯嗯，40，挖一个。如果说把、白棋那五个中间那五个子先手留下的话，那底下就算死了吗？是不是还没死、啊？怎么留啊？他挖他打外面呢？打外面他没有死，没有死啊。你就打外面他，我就断你，然后我先是把你包一通，然后二路一尖，二路一尖再一虎，还是打劫、啊？二路尖再一虎，这最简单的。那白棋吓得简直要昏过去了，我觉得。但是白棋不断，现在没棋下了。你这不断，这外面怎么硬呢？外面没有硬的，没有招硬了。硬在哪里？因为黑棋这个长可是很关键的，这不仅让白棋的形状那个坏了、嗯，而且将来还留出冲回三个字。对，是的。最后一次。看来这一代的战斗好像黑棋不错，确实是。那当初他，从早先开始追究的时候，是不是黑棋五路掉的时候，白棋就可以想点别的办法了？但是，心情上不太肯，不太回首，不太想忍受，对，所以说这个飞特别大。白棋30。白棋不断，没有棋下了。现在，那我在想，如果说它掉的时候，它有没有可能飞一个呢？飞这个？啊？嗯，看起来很奇怪。有点奇怪，这个你留到断，人家靠出来。十一，有点奇怪吧？三，四，我也觉得看起来有点奇怪。六，先给自己留下破绽。因为这个压实在是，这个从结果来看不太靠。哎、啊，它怎么是顶这个的？藏一个，白棋顶了一个。他是不是觉得断不行是吧？首先被挖应该不太行。嗯，顶这个，顶这样真的可以吗？这被挖断了不行吗？还是有挖呀，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刚才说的那招，怎么办呢？不，这一挖，这不是要死吗？这一挖他不能打外头，只能打在里头了。打外头这一断，嗯，这打在里头。这就需要好好算算了。算一下。嗯。十。
黑棋挖一步，这好像不对啊，白棋。我觉得这种地方焦薇姐肯定算得很快。如果你打在里头，黑棋藏出来，你接住，然后黑棋再退回来，嗯，你还你只能打了断断三路，他二路打了挖出去，这个杀气，一二三四，一二，好像不行，好像。那看来白棋这个顶是个勺子。好像不行，好像白。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很难办了。不好办了，对对。确实，他顶着之前，我们帮他想了 N 个办法，也觉得不太行。就是他不顶，他也不能断，不能断的话，他就不好，已经不太好办了。啊、就是不知道走哪儿的棋。二五。那就是。黑棋还是下的好啊。嗯，确实，在这一代短兵相接中。姜薇姐展示了很强大的这个。现在白棋接住黑棋，如果就把它挤掉，然后再退回来，这断完后他还是也打了断，他二路一打，然后再挖出去，挖刺出去，这边是一二三，白棋只有三口气，嗯，那不行啊，十一死了啊，白棋，三四五六七八九，这黑棋中间先挤掉看得清楚。挤掉退回来，白棋断先手，他打死掉一二三口气，然后白棋还是只能吃了断，气不够吗？吃了断，黑棋先二路打一下，再挖出来，对啊，那只有三口气，下面怎么知道都有四口气？不行，死了，突然间，啊，这棋居然突然死亡了，突然死亡，这好像比较简单，嗯。这个好像我也看清楚了，对这个计算不复杂，所以现在挤完黑棋三后，白棋三黑棋退回来嘛，是的，白棋要跟黑棋杀气呢，他只能断吃了断，嗯，挤吃了断，断完黑棋二路打一下，然后挖吃出来，嗯，外面没有问题，然后你断一下后，他挡上紧气后冲掉一二三，只有三口气，黑棋下面那几颗只是四口气，没错。他这个先挤掉很关键，因为如果你不挤被白棋挤了，那你底下可能就杀不赢哦。这个断是后手了。嗯，你这他看得清楚吗？那挤掉看得更清楚一些。看得清楚一点，嗯、因为他挖刺出来以后，他挤掉，他不打刺后，中间有可能有挖的什么什么怪手段之类的。嗯。也没什么手段。这样就看得清楚一点。嗯。看姜薇姐的手势，应该是已经有这种地方，我觉得他肯定算得很快。我像这种以力量著称的人，肯定是。对，这没有什么变化了。白棋现在只能打了断，断了后他二路打一下挖刺出来，然后你中央白棋黑棋是没有弱点，白棋什么什么挤啊都不成立，那只能断，断后黑棋就把那三个子就是弯住贴住白棋一口气，白棋只有三口气，黑棋下面有四口气，击打。那基本上都已经看清了，刚才刘老师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对，就是你加上他二路可以先打一下，然后将来白棋断完二路一扳，黑棋接住，底下是四口气，黑棋就接住就四口气，上面是三口气，对，冲完了。对，白棋要断也不成立，对，反正就断了，他就贴紧你那一气，你反正就剩下三气，这个杀气就算很简单的了。姜薇姐。刚才已经在喝水了，嗯，这看来是很悠闲的一种状态，已经看清楚了，对，完全看清了，就是他说你已经死了，对对对，其实那个胡子豪也知道，嗯，但是那个时候他被黑棋藏的时候，我觉得白棋已经不好下了，没棋下了已经，这原因得从前面去找，看起来、嗯、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计算对两位棋手来说应该都是小儿科了，嗯，都心知肚明，但是顾子豪的下棋的手势依然没有慌乱，嗯，这是我觉得是作为一个优秀棋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素质吧。没错，二十，这个反正也是华山一条路了，就这么下下去，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嗯，没有别的办法，这个实在是太清楚了，太清楚了，嗯，死得过于清晰，这太清楚了，嗯。这好像我觉得应该是离结束不远了。嗯，他心里也明白自己是不行了。对，应该是在整理心情吧。是的，这个我觉得
主要黑棋这确实是从那个二五路一调侵入白控开始啊，这一串确实下得非常精彩。没错。然后先上面飞一下，还考验一下白棋。不过真的要，我是不知道回去摆一下，像这个走势，他如果弃掉那个脚上啊，不知道会怎么样。需要做一下判断。对对，真的白棋肯定不行嘛也。也不一定，如果从结果来看的话，还不弃掉的。是是是。十。他拖的时候不知道白棋能不能单长，或者是走点别的之类的。单长他里面就能活了吗？单长他这个是先手啊。他长一个先手，那他吃完一接，对他尖啊，是吧？尖完一接就已经进活了。六七，那还是不行。九，他拖下的好。单拖。但是那个先吊再拖，哎，反正这一系列的这个。那组合拳。组合拳真的是很精彩。这有点无法抵挡啊。无法抵挡。这个黑棋现在就打出来就最简单。二十。拖的时候虎一个吗？先回头让他想办法。看起来那个形状好像很有弹性，很容易做活。要杀确实很难，我觉得。还吃一块棋真是艰难。就是我们的担心还是变成了现实。没错。二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飞，我还不如把它冲断算了，先把它这个飞下来这个子给它留下，就是在左下角黑棋飞考验它的时候，反正你也是活棋嘛。不，但是这样的话，因为它这个点一下，你如果接的话，它这冲完再打一下，接一下再贴回来，贴这单贴这个是吧？哎，单贴这个我不是拐下去了吗？你只能小尖吗？小尖，小尖一个。现在下成这样，把它打这个。二十，不知道那样是不是会好一点？三、四、五、六、七、八。你冲这个的时候，他好像招很多，他还可以单飞之类的。对，可以单飞。他单飞也是很麻烦。他不一定要冲了把这家先卖掉哈。黑棋白棋不好下，主要是。就这个棋形看起来就是被他糊了之后，虽然是拖了手棋。白棋现在尖一个，现在尖一个是可能最后的考验一下。黑棋现在就冲一下就行了，收气，对，冲一下。冲一下这个保证白棋顶多只有三气，在外面呢白棋要走也只能就是飞在三路。是的。夹不住。飞的话，黑棋首先一收气就可以吃掉白棋。他还可以再继续往外冲，弯绕的冲。二三四五，他可以苟出去是吧？发现你挡不住的。对对对，这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对，在这个地方黑棋是要硬的。他不硬的话，他天元单拐冲一个，对，拐冲就出气了。他现在就贴在天元就行了。对，反正把他气贴住就可以了，白气就三口气。对，贴在天元或者紧在那个地方都可以，打其他这也行。这中间全部战死了白气，无法想象。这个结果真的是让人无法预料的。这下得很快，反正也没什么好选的了。飞的时候呢，黑棋不能回头景气，黑棋得想着先冲出去。没有，可以景气，也可以把白棋杀了。景气是杀，但是就觉得还不太肯，可能。景气的话，上面死了，其实这个棋黑棋要说一定赢，还真的不一定。这不，他要景气的话，他挺大的，他上面吃了。他起码要先拐一下再进去吃，是，对，起码要先交换这个。他吃了也就三十目棋。对，你要说上面全死了，然后中央那边打入，那边还再被他攻一攻，不一定了，还真的不一定。不一定赢，我觉得好像这上面人家吃了也挺大的。那黑棋可以弯，对，就是弯冲出来。这棋一步都松不得呀。就是看起来吃了那么多，很随便下的啊！你以为随便下的就赢了？不是那么回事。但现在我觉得他吃回去，他只要拐他一下，
他吃回去是先手啊，他吃回去这底下还有一个拐出来的，对对对、哦、但他可能弯冲出来是可能就更厉害，嗯，那就更好了，更好，更好，毫无疑问，嗯，弯冲，弯冲就更厉害，嗯，他没有下，估计在做判断，或者是他不会想考虑直接开劫吧，那就起就刺激了，有点刺激，估计不太会，不太会，你要拐的话、嗯、他先收气，对啊，先收外面，然后发现你中间也没事掉，没劫财了，这也太大了。这好像就打打出去就行了，对，就打出去、嗯、打去黑棋说白棋还是该着的打劫， 不行，这个下法应该是黑棋捡明就赢，对，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厉害的，提了一下，这个提反正提不提也差不多，一会儿也是黑棋要提回来，给你看清楚，嗯，再提一下，嗯，黑棋就一步步就把这个子接回来就行，嗯，因为白棋拐不住，白棋拐住黑棋就叫吃可以出来，下面还留着打劫，对，是白棋发现这个劫还一手还补不掉，补不掉，嗯，很尴尬，嗯，我能补掉，能补掉，因为上面的拐他其实他断先手，而二路断也先手，问题不大，哦，十，他拐一个，白个黑棋就把这就把它吃了就行了，嗯，现在白棋最后的是应该要把右边那边全杀了才可以，嗯，那上面怎么办呢？上面没关系，打劫嘛，在这个先手这个没事，哦，你断一个先手，嗯，对对对，刚才没听明白，就是这边打劫不存在，就是下面那个打劫，嗯，我接上的话你就断一个是吗？是这意思吗？对，那我把这三个吃了，你断吗？那我这罐子把你的死了。这不行，这儿有个十，我回头忘记了，忘了这事儿了，已经。就是但是就里面留个打劫。嗯嗯。我现在这个胜负已经无所谓了，现在主要是这肯定是黑棋赢多了。对，黑棋只要这边不死、嗯。因为我们刚才是说他收气，然后白棋把这下。哇，白棋要吃到这里，这个实在是太狠了。这样要把黑棋吃了，这。嗯，有点像天方夜谭，这还觉得这边有个打劫，对呀、啊，这个显然吃不掉，这不太可能吃得掉这么大的地方，这要做眼还是很容易的，就像二路什么拖拖，不，白棋现在不是说光吃掉，还要吃得大，这边还有打劫呢，下面这确实有点遥远，这件事情飞在底下。嗯，选一种比较安全的活法就可以了，这个太简单，这个时候就稳稳的，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了，嗯，十，就是如果现在白棋要全杀的话只能尖三路，是啊，不尖三路没法杀，嗯，黑棋这里面黑棋好像活法对啊比较多，就挡在二路，这看我觉得也挡住，这能吃得掉，我就不太相信这件事情，这么大个地方都不可能吃得掉，嗯，因为这个这上面还是先手呢，这没错，这做眼的地方太多了，这可以做眼的，二八，先压一下，这就是坚持一下，调整一下心情，嗯，自己心里也知道这是不可为的，他、哎、也知道这不可能的，对，这是不可为的，十，再而且还能断一下二路，再挡考验他一下，然后再挡住他，挡住将来一路半还先手，二十，太容易活了，这里二五，唯一需要纠结的是应该怎么活的问题，嗯，先断一下活着，这个我觉得应该不能再继续了，他可能就是活完后顾子豪应该不会再继续了，嗯，就挡在二路就行了，对，一路扳前手就应该很容易做活吧，不，本身局部已经基本活了，嗯，挡下的话白棋要飞吗？
也没什么用。平二路啊，对啊，平二路我就挡上。嗯，是活法。这叫怎么杀呀？活法太多。嗯。这绝对杀不掉。已经按停钟了。嗯。哎，看看他在说什么。他说他掉的时候应该煎一个，是这意思吗？嗯。哦。我看他摆在那里。可能是。煎一个。是煎。啊、哦，他们在摆这个。摆的是煎，嗯。这个煎一个不知道啊，但是他们因为。可能是在分析，因为是这个胜负处啊。嗯。他是觉得白棋只要把控守住就应该可以了，他掉一个就算了。对对对。反正尖一个也没有忍多少，如果你往外藏的话，我就里面。不过他往外藏，当然白棋就算了。嗯。黑棋应该。他就想着在里面还是要怎么。黑棋会这么算了吗？这不太肯是吧，还要继续再搅。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吧，搬进去吗？对，搬进去什么的，搬完了再三路点一下，然后再比如说他搬在四路，黑棋白棋应该怎么应啊？不知道，搬一个他你搬在外头啊、哦、算了啊，哇他就这样搬哦，这那这也搬不动，他就算了、哦、就这样算了，这个脾气够好的呀，下到这儿。哎呀，走成这样，我觉得白棋应该很满意啊。嗯。再贴起来吗？看来白棋还是觉得自己形势很不错的，他这一带他就这么忍回去算了。就算了、哦、但是黑棋这逼到一下，这右边这块棋也是需要自己补一个，我就想说是不是跳一个。确实需要补。但你不跳他打进去了怎么办呢？他们现在在说黑棋要搬吗？这不太明白，这就是说开始就肯定是说在最开始了。嗯嗯。但是左边真的就这么算了？真的就刘老师不敢相信是吧？我觉得走这样白棋肯定可以满意啊。确实黑棋是比你要说掉完后这个结果比那个直接贴要好太多了。对。但是。这就简简单单就让白棋全部围住了，嗯，是不是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办法？好像再搬的话，被他唬在外头也不太行。但确实黑棋已经有点便宜了。嗯，三路点一个，三路逃活准备。三路点逃的活，我又觉得逃不活，问题在于我觉得活不了。两位对局者都认为，走成这样应该是大致的一个应接啊。哦，那他们、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看了这盘棋呢，应该说在左边的黑棋的这一带，他的各种的在人家空里面的这个腾挪的手法确实很漂亮啊。是的，是的。那么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一会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给大家再细细的把这盘棋再好好的看一看，回顾一下。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半决赛，由姜维杰对阵辜子豪的对局。刚刚呢，他们两位棋手已经下完了，是姜维杰取得了中盘胜。棋呢，在左边这一带的这个制骨很漂亮。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再细细的回顾一下啊。好。点三三。挡这边。再。然后黑棋挂了这个。是。这个来去。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正常的，是的，一种下法啊。白棋一家，当然白棋的选择很多了，对，就是白棋也可以在这边来，现在这个也很多。是，他下的是一间家，黑棋点了个三三。对，先看看还原色，你点我，我也点你。好，我们刚才在那个之前说的时候是白棋，如果是这样的话，黑棋如果假如说是顶，这样是不是这样？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形成很有意思的一个格局啊？也有可能啊。对，这两边同行啊。没错，没错。辜子豪实战选择的是直接取D。那么呢，既然白棋把这个D取了，那么黑棋在这边上面抢到了先手。如果说黑棋这个时候点三三，刘老师，挡上，爬还是？一般都是爬比较多一点，现在。他是不是还是要走？可能是吧，估计。那这样一来的话，刘老师之前就说了，这棋基本上就打散了。打散，因为你现在走这边的话，他还要就要靠。没错，那么一开始黑棋补的这个。有点像正式的吧，对，基本上也没什么大用了。我们只能说，就是黑棋其实没有走坏棋，但是呢，就这种格局啊，相对白棋来说，更容易掌控一点。没错，实际上黑棋选择跳出来了，对，这步棋是我们其实是 AI 的推荐，以前的这个跳比较多，小飞也有，这两步棋可能是人类的对局。对，但是现在 AI 认为是这个是更充分一些。那么呢，我们看到辜子豪也是选择了这个左点。这个。对，现在他靠这个。他这个靠一个呢，还怎么说呢？还比较有追求一些。比较有追求。如果说又是觉得黑棋不能去扳断，因为正好这有个尖。对，就接下来马上爆掉和冲必得其一。然后接下来黑棋好像还有拖这样的类似的下法，就会又会形成一种特别很奇特的一种转换。在 AI 的眼里面，反正到处都是转换，拖先转换。因为你要是跟着硬的话，总会觉得要中计之嫌啊。是的，是的。只要被就是被对手便宜一点点，哪怕是零点多少零点几的那种胜率啊，可能在 AI 眼里它是不可接受的。所以 AI 的那个棋里面还有很多还需要人类我们慢慢去挖掘。实战呢它没有选择，因为这个很容易看见这一段这一间，没错，这是肉眼就能见得到的。尤其要在快棋里面要这么去选择，那就真的是要下很大的决心。所以呢实战黑棋是下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应接吧，没错，是这样。那么白棋断一个也是很，对，这时候很理所当然呢。理所当然，先试试黑棋的硬手，看看你是要怎么选择。对，那么呢，对姜维杰的棋风，那必然是不能手软，躺一个胡。这个时候呢，本来以为白棋是直接躺住的，对是吧？结果白棋呢，现在就要靠了一下。时机特别好，这个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因为在看这盘棋之前，就正常的好像总是我们眼睛里面好像只集中在这一块，没错，总觉得这地方不能被黑棋爬过，被爬过白棋就不像话了。那么呢，这个就必须要挡上，大概尖住吧。对，如果我们再形成在白棋挡黑棋尖完后，我们再来看白棋这个时候再来靠，那就完全是两样了。黑棋是往外一藏。这就完全是天翻地覆了，这就走不到了。因为这里一旦后了，你这种棋它都可以想最狠的招法来对付你了。
所以他在这个保留，你看黑棋白棋这个地方是有托有病啊有尖啊等等的，有先手意味，对，所以这时候先来试一下黑棋的应手，嗯，这个时机是非常的巧妙，嗯，黑棋这里呢他也不肯示弱，嗯嗯，他说你这要便宜我一下不行，对对对对 对, 对、哦、然后我们刚才说搬一下，搬一下的话黑棋应该也是打死这个，对，将来有的有打死的味道，那么白棋就随时就在挡，但是他这不断可能好像更好一点，他将来这颗子如果说能从这儿跑出去的话，对对对，可能比活角会更大一些，对，他更看重的是这边，是的是的，那边更宽阔啊，黑棋还是基本上没有办法，那么我们看到这颗子啊比在这颗子了可能用处更大一点，因为外围有个打，没错，然后白棋挡了，他坚持，好，我们现在白棋跳出来，现在我们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地方呢是这个地方，将来白棋有一段哎拐，这白棋黑棋这时候肯定是只能收气，不能走的，走到这里拐就要出棋了，是，只能收气，然后呢黑棋这白棋这个扑打接上，那么呢这个力成先手，这个尖也有可能成先手，至少这个力先手呢将来白棋这里怎么就盯啊，对，他就盯完了，单跳回去也挺好，对，就可以回家了，有这样的手段，当然白棋现在不能轻易使用，首先这个第一个它不是绝对的先手，第二个呢把上面这靠的味道给卖掉了，那么呢黑棋呢也是看中了这一点呢，他现在先他是不是有点担心如果说他跳出来的话白棋就直接白棋可能就先盯刺你，先盯掉，对对对对，这样比如说你接上，那就或者先走掉也行，其实我觉得他是可以考虑直接走，是是是，直接走也挺厉害的，对，然后走完后先跳一下，你挡上啊，然后再把这个走了，那这个黑棋就剩下一个人在外面套孤棋所以黑棋呢他就是要强调我不能让你度过，对，在这种局面下好像我记得 AI 都是喜欢尖在这里，后来如果说尖在这儿的话尖这里就是说将来天差地远，比如说黑棋这样的话这个眼型会对是的是的丰富比较有弹性一些啊，但是因为白棋是随时也可以盯掉，就是他是实在不行他可以先盯，对，可以先盯，所以说是对双方来说，因为但是呢就是你这个走了就那个什么了，因为他就这样这一靠什么的，哦，他就不见走得到，是就各有利弊，相对来说可能会走在这会更好一些，就至少对这块来说好一点，不过如果白棋走在这儿的话他可能后面他就不会这么下，对，黑棋可能就直接就对，这个下法就这个尖不尖就不一定了，他可能直接就跳出来，因为你这个没有挖的手段了啊，没错，他盯在这里呢马上就产生一个挖的手段，所以呢黑棋是尖这里跳尖，所以双方白棋跳出来，跳，他跳了一个，这时候先跳，对，我们刚才说这个钉啊，还有什么，如果这边厚的情况下你看他压破布，这你看最起码你要在这会好一点，为什么就像在一飞这就太容易活，这有颗子啊就随便都活，这就随便跑你啊，对对对，就黑棋有很多多种多样的手段，现在走着跳一个，对，将来白棋黑棋可以先手一冲，是他冲一个，我们刚才就说他这里是有眼的，黑棋冲，他不能退，退了他可以接着冲，对，然后直接给你断了，他不需要拐这一下，对，直接就出事儿，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啊，你不能先爬，爬他搬，你再冲他退，啊，冲挡住先，对，这边就要交吃了，先冲，一直拐他一拐，那搬到脚上有还有半只眼，没错。黑棋这个刺他可能觉得这么往外走，将来这边有刺两花，黑棋还是白棋非常可能往外跳，他们好像不太喜欢自己一个人就这么跳跳，对对对，好像觉得这棋就你再怎么跳你首先还是个负担，你也跳不出什么东西来，反正跳不出手掌心是吧，是所以他先刺一下，但是这个他不仅仅是自己有眼型啊，对，然后还和他后面还真的进攻了，对，他这属于就是在积蓄力量吧，积蓄力量，自己现在走后了，他是看着你外面的毛病呢，对，我们刚才说这对，但现在挖的话白棋走完后他就直接打出来了，黑棋是不便宜的，他觉得直接挖呢动手不便宜，所以他就先跳了一下，对，这一个
这个地方就很有必要了。这个地方如果这被黑棋下去的话，将来这个地方这个飞的这个弱点就出来了。这个味道非常不好，打的是先手。刚才黑棋这儿先立的。哦，对对对对对。对，交换过一下。交换一下，对，这个好像在 AI 的这个推荐当中，就好像它很早很早就立掉了。我看 AI 是减资。是吗？对、哦、AI 是减资，就先种立掉。它有几个好处、哦、就是一个减资啊，就是但人类的减掉后，第二个外面发生战斗有劫财的时候，这个劫财大。我是觉得一旦发生战斗可能待会有可能是来不及立了，我是这种理解的方式。但是基本上来说啊，这种立的这立基本上还是立不到的，立不立的可能性很小。人类有很多都是先保留，他刚才立完呢，完全是因为在打个僵。是这样。对，因为如果在发生战斗有打劫的话，他会早早先立一下，来得及的，这个没有问题。是。啊，现在飞成这样了，这样来看，而且挑一个。刚才刘老师还说这推荐要就飞在这儿哦。这个后来都出齐了。不也难说，你有可能飞了，你贴过来的话就没那么容易出棋了。我是想让黑棋接着往这走，但是黑棋对你如果推两下的话，那我不是很开心吗？就已经围上了。但是呢，就是可能也有不好的地方啊。他首先这个他这冲先手，你这也贴不住。他因为比如说他往这边来，下一手黑棋白棋不好下，他如果在这下手，他这个飞还是个挺好的一个点啊。这个你就盖不住啊，但是它搬出来就很麻烦的呀。没有下一手。虽然是很希望它这么写、啊这样的话就围的就比较结实一些。但是真的就算是这样啊，我们就假如说如果走成这样，但是白棋可能比较弱啊。黑棋真的往这么一来，这我觉得黑棋走这儿挺好的，不需要直接动手这么。他这点完，将来还是有刺。我就瞄着你们，我让你补一个，你还难受，你不知道补在哪里。他就远远的攻着你，他要扩张自己的左边的势力。难道你肯这样补一个？不太肯吧？这种靠你还觉得有点，下的有点不舒服，至少是。反正无论怎样吧，就是这个跳可能还是比较正常的吧。我这个可能比较过分了一点，但是黑棋可能觉得还是直接动手啊，他是先抱吃了一个，对，抱吃这个，因为现在往这边走的话，他这简单一走，他如果放着你来攻，他可能还真的也攻不出什么特别大的利益，所以也是属于积蓄力量。因为这个地方不走啊，白棋最简单的，他当然可以不用打了，就打了就拆一个是。你不要这么直接的自己跑。这个拆二和这边接，就相当于分个头，马上就处理好了。对，是的。你这打还是非常大的。白棋飞了一个。这时候黑棋如果再往外走的话，他就没什么意思了。是的。他不走呢，我觉得被他罩住。我觉得也挺大的，这手棋，因为你就罩住你这里面多多少少，你将来总是对对最简单，他刺先手，这刺先手他把这个眼破了，然后你还得拱，就靠这种去做眼。虽然是你还得小心人家，你可以走这个，怎么有这样的手段？不过这个总是就很难受了，这下很难受，而且还小心白棋一些非常手段。你小心这种，就是他真的要杀你的时候，他是这样。就是刺完了然后刺这个，他这真的动手杀的时候他有可能是钉在这儿的，对钉在这儿的话局部已经死了，因为先的时候他可以搬在这儿，没错你就走这个他搬住你，对这样是死的，定不活，所以他假如说他照一个是先手那就太大了，那黑棋他也无法忍受了，他就对，就算不是说明确的先手，但是至少白棋外围就厚多了，只要白棋外围这一厚，你这个潜力自然就消了好多，所以他现在围也围不大，索性就来了。那这也是快棋，如果说慢棋的话，我在想着黑棋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往前跳了？那跳不到了。对，这个白棋肯定不硬了。白棋不硬，白棋要在抢这边，白棋要抢这边的话，这边就一切都来不及了。比如说这样，对，你这边动手可能也没什么大意思，没什么意思了。因为左边已经被分割掉了，然后那么呢，这黑的。发展前途就这木可能不够，对这样这下来也就是破一点实力，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走一个人家不应你都有可能，对白棋不行，
就起不了伤筋动骨的那种。嗯，所以他要把这个包吃掉了。所以这个看起来像是个好点啊。嗯，确实他也得动手了，他不动手他怎么办呢？嗯，好，动手。哎，对，这时候我们说，他可以先走这个，这打就打掉再打掉再走这个，那也行。就应该，我刚才说啊，这黑棋藏一下是没有用的啊。嗯，藏下你在断的时候啊，反而亏了，被拐，将来这一拐马上就出事了。就现在黑棋已经没法下，已经没法下，这要掐住，这边要夹，这边要拐这个。嗯，就是这样的话，黑棋反而是一个典型的大熟手。没错，这不行，这样。那么呢，黑棋还。白棋打完再弯这个的话，黑棋还是得断。那么白棋强调的啊、哦，这要打着一下。虽然是个小地方，这很关键。但我觉得还是顾子豪忽略了吧这个地方。不是，到后来如果说打着这一下，有可能会跟对对对有关系、嗯，因为我们看、啊、这个将来白棋这个次子先手这一坐，两个眼就瞪圆了。嗯，这是典型的两个眼就没问题。嗯、后来是。别提到之后你再做一起，这是假眼，假眼这个是假眼，这个是真眼，但这个是假眼，没错，搞清楚。所以说打造一下，不光是木的问题啊，嗯，还有眼型的问题，没错。这个应该是他忽略掉了，对，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变化。那猴在这儿，嗯，断的时候，这时候再打，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就。有这个可能性，有不知道有黑棋有没有转身的可能啊？但是可能，但是反正白棋是忽略掉了，这就肯定也不会打。那、嗯、你是有可能打在外面，是吧？嗯，我也觉得他打在外面，打在外面你不能粘啊，你只能走在底下，这被抓通了。他为什么不能粘？他粘上的话，他再回去的话，再冲啊，再冲这个，那就等于这样走了一下。黑棋不便宜啊！我就打掉是黑棋就算了，就接住，哦、那就接住是吧？好吧。不，这不重要，主要是他还是忘了，嗯，所以他也想不起来。好吧。好，现在是黑棋用这个。我看这时候我们他把这个打了，你看发现的时候，那时候他好像在这边还思考了一下。就白棋是吧？对，白棋是思考了一下，他肯定在这，不是在纠结。他是后来是先打了这一下，对对对、我觉得他这是在想是不是要单走这边，应该是在判断这个问题。他要走的话也可以单扳了，他不能扳，单扳他也他不能断，但是也想死了、啊。是啊，这是我们典型的乌龟不出头嘛。是没错、嗯，他还是得跳这个。嗯，这打一下其实就是这个打将，就用时间，他还是要走这个。嗯。这边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就是他点完这一飞，嗯，那么呢，他应该在考虑就是弃掉这三个的可能性，他不弃的话，他可以单长、哦，他应该在思考这个变化，是这个问题、嗯、是吧？但是这样的话，可以再思考这个变化，是这个问题、嗯、是吧？但是这样的话，黑棋就压过来，他就这样推过去了，对对，推过来、嗯，这样的话，其实这三个子将来这一出来还是要死，没错，也不好跑，那还是搬吧，对对对，嗯，就打一打，搬。嗯，哦，吃了一下是吗？嗯，把这一方跑不了了。啊，这边可以说是这边形成了一个转换。嗯，转换呢，白棋这一飞，这一飞是个先手。嗯，我刚才说不走的话，这一飞出来，冲的话这冲也不行。嗯，那只能冲这个。嗯。这一贴过来，这个马上就已经出事儿。贴过来，他如果说搬呢？嗯，端一个我打这个。你要转换、哦、到了是吧？嗯，对，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打呢？打我肯定长了，那就转换呗，这样吧。那就冲过来了。啊，冲过来，然后把那个上面长了还是怎么着？转换白棋吃了十多目。这两个棋没什么特别大作用吧？好吧，这还是这味道太足了。嗯、这还是要必要的吧？嗯，应该坚，因为你这不走，你这边也走不动了。嗯，我其实我挺怕你坚这个。啊，坚这个也可以，坚到这一段，然后断一个，这也出事儿。对，嗯、这团反正也出事儿。这总会出问题的吧？我觉得这好像出问题的方法很多。那他只能藏这个。嗯。还是要飞出来眼里吧。哦，
这不，但是反正这是一手棋，这个有了这个之后，后面这个它就成立了。嗯。然后白棋打吃，哦，这是不打吃。啊，白棋飞下来。我们刚才说这个压或者飞一个还是特别大。嗯。但吃完后这边也很大。是啊，它走一个很大呀。这边很，这把这围起来后，因为有了这个子后，嗯，反正它这是冲了一下。嗯，它可能是打将吧。打将了，冲一个，啊。那么呢，这个时候这边没有走到，就关系就出来了。没错，这有可能待会儿就跟那个死活就有关系。这一下很大呀，这一下走完了他就直接就活了，直接进活了。嗯，现在走完后还不活。 嗯， 嗯，这就区别很大。是的，那么呢这就很大了，所以他还是要接到另一手啊，这手到这样。 嗯， 嗯，我们来看他刚才说是应该煎这个。对，煎这个可能还真的是还不错，因为你走完后他正好糊把你糊进去，这样好像不太容易活。容易，觉得如果想活的话，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性哦，点吗？然后再打一下。对，就是。嗯，觉得不太像能活的样子，这种地方。这还得靠，还得靠这边的。还得靠，但是现在已经不太好弄了。这个可能活，觉得活的可能性，不太容易活着起。对对。而且白棋很厚。很厚，嗯。嗯。那么呢，他确实是可能就按照他们刚才复盘的摆的，他是贴这个，他贴一个，他就搬一个，他顶掉，顶掉，嗯，转一下，然后他说他逼一下，哎，我们看，对对，我们看着他这几下的黑棋确实有便宜，嗯，因为如果说你不要走这个，你直接贴的话，他一般要这么来的话，我们可以这么对比啊，对，那白棋这个就太大，没错。你想，你本来如果说或者是跳，他也是跳一个，嗯，或者走这个，他就靠住你，你走不着这一下，先手，对，走不到，走不到这一下吧，就或者说你就算是这样吧，他就挖张或者顶一个，就顶一下嘛，就顶一下，你挖他退嘛，那还是不如那样嘛，那肯定不如，就将来留着打，对对对，他，嗯，总是有好处的，对，总是能啊，好一点，能近一点，对。实际上他这个呢就是显示了，嗯，可能最后故事好看，副盘也是最第一后悔的就是这个地方。但这快棋当中，我觉得人家走到这儿第一个感觉肯定想反击，反击，反击，谁肯忍啊，对对，这下，而且这个也是他显示力量的时候到了。然后这黑棋不飞，对，他们的白棋靠住，嗯，哎，这时候是走这儿，嗯，这个非常的非常巧的，就是我们来看啊，你要冲这个，他直接单飞一个，他先刺一个吗？对，他刺一个，他应该是先手，嗯，那这边也先手，然后再这个也先手，再煎一个，再煎一个，哎，这一看，这简直，这不可能使得掉，这样或者是这立个先手，这煎一个，对，啊，这样的话就很难受了，就，那看来就是有这个飞的这个。看来当初这个扎定还是有点问题，这个 AI 的下法是有一定道理，是吧？是，还是尖三三吧。所以这姜文杰，我觉得这一串组合起来下来非常漂亮。嗯，而且在快棋当中抓住人家形状的弱点，对对对，然后现在因为冲下，他应该至少反正好多的借用，嗯，他实战选择就尖了，嗯，白棋这个冲也下的。这个我觉得人类应该不可能有弃子的那种可能的，那要弃子还不如第一个就弃了，没有，这时候弃了，嗯，这时候他走完后，比如说你这一手，嗯，那应了这个可能是不是有点过分啊，我在想你冲的时候我直接干脆不应了啊，也可以，嗯，可以，对，你说就我就这样的时候就直接就算了呗，反正我就不打算要那个了，嗯，但是这样的话对他就先手翻了一下，嗯，然后他气大了，但是这样 他如果先手的话 很不舒服啊，嗯，那我就直接搬这个，要不然就直接搬，嗯，现在对啊，那跟后面就不一样了，他就等于拐了，跟我接上交换了一下，没有，直接搬我冲你是就冲我就接回去，待会儿我还可以接上，哦，你是啊，你搬的话他可能先不硬了，他这边是不是还是要给你，还是要，啊，还是要出气，好难，还是要出气，嗯，我好难啊，
不过好像这是一种思路，但是呢，确实在会计赛中，你肯定没有这样信心，很难判断。对，你觉得这脚就这么死了，你肯吗？而且你现在先把脚熟悉后，你这边还是一样看不清楚。是啊，比如说他真的来拖一下，看不清楚，因为有这样这个点线手，还是看不清楚。那还是先撑住吧。先撑住，这下的时候一般都是能撑先撑住的。对，我觉得这个时候气势倒是可以考虑，比如走这个。他冲一个就接上。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考虑。这外面有一手棋啊，这如果说他现在吃的话，他有可能不用虎这个，他就走到外面去了，对飞到那边了。现在他也没什么棋了，是的，不怕。这就吃干净的话还是非常大的。对。不过就确实很难判断，是啊，不是从后面借过来看，被黑棋这一拖的时候，白棋就已经不太好办了。这拖这个确实，这怎么办？如果说单长，他就尖一个，然后再长一个，是吧？长一个是先手，那怎么也不行。这肯定先手，这一长要出事儿。现在靠呢，也不行，总是后手了，靠他就冲过来。这时候其实啊，白棋要纯粹要在里面跟着硬杀的话，已经是不好办了。你要虎这个的话，黑棋这一虎，这已经不好办了。这走完后，关键是走完后将来还有可能自己不活呀。没错。所以他这时候靠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如果你要走之后，他正好这一段，这是我觉得这是顾子豪是，比如说你还走这个，就跟他硬都没关系。你要做活的话，他这是不是就已经？对对，这已经冲出去了，然后再冲这个就行了。这一段，再把它断了。他这样，因为他这个现在吃了就不一样了，黑棋这个自己还要补活。那这个就算让黑棋活了，我觉得没关系。所以他是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但是你得走着一下，要不然冲了就蒸掉了。是，这就有这个这味道。对，他就因为你要做活，你还得活得好啊。是，就是他这是有毛病的。而且活的时候他还不接呢。我们接的只是摆得看得清楚一点，因为他本身顶着这一挖就是有先手的。对。所以他本身是个很好的手段，但是呢，这时候来不及了。就被人家唬在那儿了，下得非常好，这是已经硬不动了。是，你说什么？你在黑棋冲，没棋下，然后他挖吃，挖吃，操，接上。这也是都被逼无奈，这也是很重要。不走背，就算黑棋先手一顶，这白棋这个，那简直是筷子和死活。我们说，我走上黑棋，就算不走背的，就是这么一顶，这还不先手一顶，就是他这个层的目数比你这层目数大，就整个的右边白棋所有全被破光了。然后你还得赶紧补活着，人家这儿再加一个就行了。所以这是只能要顶的，长一个，这白棋又难受了。白棋难受，这也不能断，断这一挖这也不行。这打完了一尖，这胡上面全留下了，底下还有个结。对，这结还特别沉重，被人家打断打，你小心这块没活。所以还是不行。他是顶了一个，顶了一个，然后被人家挖断，这不行了。因为这吃了这一段就不行了。我看这时候被江伟杰应该是下的是非常清楚了。是的，他看清了已经。这直线型的计算对他们来说都是很简单的。对。好，我们来看底下的话，手机上这一般的结束，冲掉打一二三口气，这四口气。没错，是这样。那这棋呢，他后面还挣扎了一些，但是其实已经跟胜负已经无关紧要了。确实这一代黑棋的这个下得很漂亮，这一飞啊，这组合拳就从这掉开始，然后这一飞，然后这一飞，然后这一拖一虎等等手段。我觉得他是慢棋，如果这么下我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快棋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就算清楚了，然后一下就把敌人击溃了，你几乎没有抵抗的手段，这个我很敬佩。体现了真的是真正世界冠军的水平啊。确实，应该说姜维杰能够杀入决赛，绝对是有他的实力的。对，这盘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对，因为决赛的他的对手应该是许家阳。应该是一场好胜负吧。好，那么最后我们这盘棋已经看到，就是执黑的姜维杰呢是中盘胜的，谷子豪是漂亮的一局。好，我们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收看，再见。再见。